想不起来了。那要不要本侯帮你回忆一下？可惜了，人面兽心。敢打本侯也来赚钱？我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有错吗？京城内有谁不知道你的名声？这活阎王不是要来杀人的吧？我来就是正式通知你，明天我就离开侯府了。哼，你今天绝对逃不了。你不会真以为我这个侯府是这么随便就能离开的吧？咱们好歹一夜夫妻来呀。咱们一夜都未曾有过。你不会还是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？且慢，我表示强烈抗议。滚，十丈之内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这是什么态度？我都已经怕成这样了，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找个记忆干什么呀？你这样痴痴傻傻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一会儿我们应该表现什么样的关系？比如说仇人见面分外眼，或者是恩爱非常，你想要表现哪一种？也许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差。请大夫人回房，今日禁足，